两江新区的发展，两江新区北碚板块的发展，它有助于整个北碚的发展，整个北碚的发展它也会为两江新区的发展，为北碚的，为两江新区北碚板块的发展提供支持。两江新区的发展，两江新区北碚板块的发展，它有助于整个北碚的发展，整个北碚的发展它也会为两江新区的发展，为北碚的，为两江新区北碚板块的发展提供支持。两江新区的发展，两江新区北碚板块的发展，它有助于整个北碚的发展，整个北碚的发展它也会为两江新区的发展，为北碚的，为两江新区北碚板块的发展提供支持。两江新区的发展，两江新区北碚板块的发展，它有助于整个北碚的发展，整个北碚的发展它也会为两江新区的发展，为北碚的，为两江新区北碚板块的发展提供支持。